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的浇灌跟更新，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主的旨意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来领受从主而来一颗怜悯的心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。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，好叫我为世上人哭泣。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，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。救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，好叫我圣灵，打开我眼睛，看到你。
心，主耶稣来恢复我们，恢复我起初的爱心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百姓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再一次恢复我们那个起初的爱，主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而被你赎回，主啊，因着你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拯救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感谢，主啊，求你再一次赐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，主啊，叫我们可以为失丧的人哭泣，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好叫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旨意，主，我们谢谢你今早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，我们欢喜快乐再一次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更是来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再用神的旨意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宣告，我们来，我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查验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阿们。我定义不用无知的言语，使父神你的旨意隐藏拦阻暧昧不明，阿们。我决心不为自己废弃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愿从心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阿们。面对不同的看法争议，我们共同的决议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恳求都是照神旨意求，阿们。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以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，成为我们共同的食物，阿们。求主使众圣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并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，阿们。我要效法大卫，成为合神心意，凡事遵行你的旨意，按你旨意服侍我这一世代的人，阿们。我愿忍耐行完神的旨意，不从人的情欲，但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，阿们。我要效法保罗，对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阿们。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效法大卫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一生只有一个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服侍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。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，还有前书三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透过彼得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旨意乃原是要我们行善。弟兄姊妹，神透过彼得，透过保罗讲很多神的话，但是当神的话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在过去这几天所提到的不只是神的话，是神的旨意，而神的旨意这个话是非常的明确，是我们一定要遵行的。这里提到说神的旨意原是叫我们行善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谈到我们的救恩，救恩是要我们不是靠着行为，我们得救不是因着行为，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救恩。但是
当我们得救以后，神要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。有一些时候我们讲到救恩，我们不是靠行善得救，好像慢慢教会就忽略，以至于我们在行善上面忽略了，以至于我们在行善上面就冷淡了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清楚圣经的教训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要行善，我们要一心的行善，我们要热心的行善，我们要恒心的行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施恩，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观念上面能够改变神的旨意，要我们行善。我们在教会上面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不但要行善，我们要全面的行善。行善，我们会觉得说行善是重要，但是行善是少数的机构，福音机构他们做行善的工作，或者少数的教会他们选择行善，或者在教会里面少数的信徒行善。其实行善是神给教会每一个教会，神给信徒每一个信徒神的旨意。我们寻求神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够有策略的遵行神的旨意，能够行善，而且全面的行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十年二十年，神让教会开始起来，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神的心意。我们需要行善，我们需要关心一些年长的老年人，我们需要在小孩子身上，包含一些中辍生，一些小孩子，或者一些孤儿，我们需要行善。包含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喜乐家族他们关心这些唐氏症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庭。天使心，我们看到展望会，我们看见救助协会，我们教会开始起来。我们需要神的心意，不但是让我们传福音，神的心意，教会不只是有责任传福音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感谢神，看见神让教会开始福音福利双福，能够平衡，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不只是让我们做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，能够按时分粮，能够做牧养的工作。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，他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，而我们看到山羊跟绵羊不是传福音的，也不是牧养，而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。耶稣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来看我，我在监狱里面你来探望我。他们问说，什么时候你病了，什么时候我们给你吃？他说，你既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不但是要传福音，我们不但是要牧养，我们要行善。求主施恩，神的旨意原是叫我们行善。不但我们行善，而且当我们行善，因为行善受苦的时候，这是合神的心意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求主施恩，我相信台湾的教会，我相信华人的教会，
必须要起来，在我们的城市，在我们的乡村，在我们的国家，能够成为一个行善的一个，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行善的见证，也是发挥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，以至于神的名得着荣耀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着我来祷告一句。求主赦免教会，求主赦免教会，不知行善是神的旨意，不知行善是神的旨意，把慈惠的工作全推给政府福音机构，把慈惠工作全推给政府福音机构，长期的忽略行善的圣功，长期忽略行善的圣功，也求主赦免教会，也求主赦免教会，批判社会福音的偏差，批判社会福音的偏差，导致行善的事工的萎缩不被重视，导致行善事工的萎缩不被重视，求主使教会在行善是神的旨意下，求主使教会在行善是神的旨意下，重整旗鼓，重新分配，重新平衡的分配资源，重整旗鼓，重新平衡的分配资源，与政府福利机构携手合作，与政府福利机构携手合作，不鞠躬不是积功德，不鞠躬不是积功德，诚心有策略，诚心有策略，关心服侍各种弱势族群，关心服侍各种弱势族群，使他们同得福音福利的好处，使他们同得福音福利的好处，奉主圣名求，奉主圣名求，阿们阿们。我们求主使众圣徒普遍的觉醒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，满心知道行善是神的旨意，以至于在每一天我们乐意抓住机会行善在最小的弟兄身上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来领受主啊，行善是你的旨意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行善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的，我们不是我们主要积极功德，或是只是要做善事。哦，主啊，乃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福利的福利的好处，主啊，让我们乐意抓住机会，主啊，行善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主啊，教会说，主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在行善的身上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你为我们能够有一个觉醒。主啊，就是知道说要满心知道何为神的旨意。主，你要我们就是能够预备好自己，主啊，可以去行善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来帮助，让我们能够一心行善，热心行善，而且能够主动积极来找行善的机会。主，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乐意每天来抓住机会，行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。主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你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，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你的旨意。我们也来祷告，我们为台湾的教会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每一间教会，我们都能够寻求神的带领，让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做慈惠行善的工作，有策略的与其他的教会福音机构或者政府联合来做慈惠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主，现在在很多乡村的教会，他们能够起来跟这个政府合作，来关心很多那些学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来施恩。同声开口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那施恩怜悯的主，主啊，你也是那丰富恩典的神，主，我们为着台湾的众教会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让每一间教会知道行善是神你的旨意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带领。带领每一间教会一件一件的来做慈惠的工作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赐下智慧与策略，让每一间教会能够与其他的教会、福音机构、政府能够联合做行善的工作，让做福音的时候不忘福利，做福利的时候不忘福音。因为主你说，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你的身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能够在过去，特别在艰难患难中间能够起来，能够祷告守望传福音，看见在中国的教会在过去有很大的增长。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让中国特别大陆的教会有一个更大更大的觉醒，能够起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慈惠的工作。但愿这样的工作能够带来整个福音更大的果效，在少数的民族中间，在乡下，在每一个很多的地方，能够起来一起看见行善是神的旨意，而能够在福音跟福利上面在中国带来一个更广的一个影响，更大的影响，更强的影响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的为中国大陆的教会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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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耶
主的爱心不是我。